掌声欢迎这位女歌手。这个掌声很大声哦。接下来手上拿的就是台北了。Long and Flair， 所有的眼镜都是以城市为名，啊，当然包括自己最喜爱的台北，他手上拿的台北，请大家拍个照。同时，待会丹尼斯欢迎几位重量级朋友一起来登场吧。台北。Now, let's welcome the CEO of Taipei 101商业事业处朱立文营运长。朱立文营运长您好。Would you like to stand on the right?